老规矩啊，开始之前先抽奖。今天呢，就先抽三位幸运的小粉丝送上下周 QA 的直通车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说你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，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提出一个游戏挑战给我，让我去挑战啊。很多人呢经常会吐槽说翻不到牌子啊，轮不到他呀，正好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不过呢，在抽奖之前还是先预告一下啊，明天的重磅奖品，明天要送超级无敌好看的王者荣耀的皮肤。老样子啊，如果不想要的话呢，也可以折现，喜欢啥就自己买吧，别跟我客气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开抽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晋级赛的榜单里面抽取啊，先随便翻到一页，然后预备开始，五四三二一停。好，第一位是努力的涵涵，这个名字我看到了啊，在39这里，努力的涵涵。好，下一个先随便翻到一页，预备开始，五四三二一停。78华善819，恭喜。好，下一位随便翻到一页，我们往后面翻一点好不好。来，预备开始，五四三二一停。86电锯园丁，好，恭喜这三位小伙伴。好了，恭喜剩幸运小伙伴，记得来私信我哦。好了，接下去还是干点正事儿吧，赶紧进入本周的翻牌子环节。非等一下话说，小薇前世一定是个懒孩子啊，今生同生做个游戏女王。如果有前世的话，当懒孩子也是不错的，可以不用很帅，但是游戏一定要打得好，你们说对吧？毕竟，和我今世要互补一下嘛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我王小薇虽然游戏技术那是不好，但是我的游戏阅历那是杠杠的，谁有我游戏玩的多呀？也算是阅游无数的女人了吧。试问哪天有人聊天跟你说游戏，这游戏啊我玩过啊，这个呀我也玩过，这个没有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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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啊。试问这样的一个女人有谁不爱你？反作业集团贼五说，想要王者的皮肤能不能给安排上？区区王者皮肤算个肾啊，已经安排了，你们去看看王者那条视频吧，只要参与人人都有机会获得。哎呀，还想要啥，赶紧评论区大胆的说出你们想要的东西，让我来满足你们，满足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海洋想加入红尘家族说，想为你们穿游泳衣吗？大家点赞评论让我上评论榜。不穿，我又不去游泳，谁穿那玩意儿啊。哎，但是等等，现在不是打榜期间吗？啊，万一为了冲榜，我还是可以答应的，也不是一定不可以啊。具体能不能穿，放不放得出来，哎呀，全靠各位的诚意了嘛。所以，交出你们手上的所有票，以示诚意吧。Nice。回忆梦中记忆说刷票，这里的评论区都是这样，我都已经习惯了啊，真的是好感动啊。每次打榜啊，除了我自己，真的是身心俱疲。啊，我觉得各位帮我打榜的粉丝也是很辛苦的，各种想办法帮我去拉票，邀朋友，邀同学，邀家人。哎，我真的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一下所有帮我投票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。所以呢，我也说过啊，你们出力我出钱，答应你们的福利一个都不会少。别的 UP 主都是什么等到活动结束多少名，而我王小薇就不一样了，我每天都送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次打榜啊规则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你们看一下这张图啊，只要你打开西瓜 APP 就能获得5票，然后你们给我的视频评论5条就可以获得10票，发弹幕5条又可以得到10票，长按点赞5次，又是10票，你看啊，这就35票了对吧，然后你再发一条视频又可以得10票，怎么发视频之前是去年的时候都会了对吧，然后你去看看这个直播啊，看1分钟有3票，看视频广告也可以得票，要是你有电脑 iPad 的拿出来每天动过它一次又有10票，哎，要是你有电视机下载个鲜时光每天去签到一次啊，就可以得10票，哎，你看看这就已经71票了，然后你投完之后呢再去参加快乐大转盘的抽奖啊，运气好的话又能得到好几票，所以只要你想啊，现在上粉丝贡献榜前十还是非常容易的，而且呢前十是必得奖金的，哎，明明可以靠实力，你们为什么非要等运气呢对不对。好啦啊，我就说那么多了，大家赶紧冲吧。
这个阶段的打榜是非常的不容易的，不能掉以轻心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在一起坚持几天，好不好？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周 Q&A 的所有内容了。感谢在这一周里给我评论留言、帮我投票的所有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如果你也想参与到 Q&A 当中来，非常简单，只要在我所有的文章进行评论留言，提问题就有机会被我选中。当然了，为我投票也有机会被我抽中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